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坚持又换》啦 ，Talk Cross Border 台忍者热斗。咁样今次咧，我就会同大家抽翻呢一个嘅秋日忍者热斗祭典转蛋券转蛋咁样啦。咁啊呢一度咧就话咧能获得一啲新忍录卡嘅好机会咁样。咁啊呢一个咧就点讲啊？即系喺呢一个嘅 Autumn Festival 里边咧。就其实咧，就嗰阵时系出咗呢一个嘅转身版嘅鹿尾啦，同埋呢一个嘅金角咁样嘅，咁啊，我觉得佢超越出埋银角咯，就系咁啦。咁啊，而家咧事不宜迟，同大家咧就抽咗呢十二抽佢啦。一嚟就俾个拉鲁陀啦，其实有冇得一次过乜嘢嘅咧？佢好似系要我逐张逐张。土影爷爷。培恩，因陀螺，这个是转生版的家人啦，系啦。田六经，摩托罗。又是那些引六卡的嘛。咦，这个拉鲁陀是不是好像没见过的呢？是啦，是新的，之前没有的。又是土影爷爷，
喂，呢张我爱罗好似冇喎。系啦，系新嘅。咦，竟然俾张金嘅我啊！迪达拉。好，拉屎一抽。储间。OK， 咁啊，佢呢一代讲得非常之好啦，能获得咧新嘅引绿卡嘅好机会，真系有新嘢，非常之好。咁啊，简简单单嚟一个小小嘅总结啦。咁样咧，又系啦，呢一排啱啱好啊，真系十二张咁样。咁啊，呢扎嘢咧就系我今次抽嘢嘅战利品啦，非常之好啦。抽到一啲我冇嘅卡咁样。OK 嘅，正嘅，咁啊最正唔使讲，哇！竟然抽到迪达拉嘅，即系嗰个奥义嘅卡啊，非常之好啊！即系呢个必杀技咁样，正。咁啊 ，OK 好，今次咧我哋呢一条嘅抽嘢片咧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咁多位观众，咁啊，如果你中意呢一条片嘅话，你可以揿个 like 或者 share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话，你可以订阅我嘅 channel。另外咧就如果你啲咩想交流嘅话咧，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嗰度讲啊。我哋下条片快日再见。咁多位，拜拜。